卢台长您好，我今天第一次来。哦，是感谢闺蜜带我来，感谢闺蜜的朋友把号码让给我，谢谢，感恩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台长，我自己的孽障自己背。其实我今天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就是想让您帮我看一下我的小儿子。2013年属蛇的男孩，他其实身体都很健康，没什么问题。2013年属什么？属蛇。麻烦您看一下图腾和他的身体健康问题。现在是还是可以。小时候刚刚生出来的时候皮肤不好啊。对。鼓掌。现在明白吗？这个孩子大起来会有叛逆心的，现在没有。我什么话都讲在前面的。好的，谢谢。是你的孩子，你就好好的能够多教育他。对，明白吗？因为他开口比较晚，5岁了嘛，马上6岁了，然后说话。现在开了不啦？会说上海话、英语都会混着说。他正常的。正常的，对吧？他的脑子，他的脑容量不大够。你要多给他吃一些豆腐、豆制品。好的，谢谢。好吧，他软磷脂缺少。对，没有补。还有就是他的骨头啊。嗯。小孩子的骨头比较软。对。然后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他非常的好动，然后去学校呢，老师就可能是归类为那种比较皮的孩子。是啊。然后老师找我。现在几岁啊？5岁不到一点，6岁不到一点。还有1年半就开始不皮了，是吗？谢谢您。你要给他念经的。是，当然是。Condition apply。谢谢您。有条件的。当然可以，当然会去做。然后我想问一下，我平时因为我闺蜜顾心怡她带我度我，然后呢，我想从来没有念过经，今天来了以后呢，就决定拿了很多材料啊，都拿好了，我想回去就开始念经，然后。谢谢。然后我想来了以后呢，听您说一次，这样呢，我跟人家自己信服自己去做这件、虔诚的做这件事情。对呀、所以非常感谢您，感谢顾心怡。你都看到了，台长刚刚给人家看，你都看到。是的，是的。你看我们这么多做的都是好人还是坏人啦？都是好人，看见不啦？对，所以我想问一下，您我平时功课应该怎么做呢？因为我就像你刚刚开始，你可以大悲咒念7遍，心经念7遍，然后呢，礼佛暂时因为你念不了嘛，你就念7佛灭罪真言念49遍，很短的。好的。还有你要多念一点解结咒。好的。你这个人，我告诉你，不是没有痛苦，只是你这个人很放得下，你不往心里去。是的。我觉得是个很开朗的人。开朗。谢谢。开朗不代表没有痛苦，听得懂吗？有啊，很多啊。所以你要念经把它念掉就好了。好的，好不好？谢谢你。然后我其他没有问题，但是让给我的那位同修友，他有一个莲花，想麻烦您看一下，4955。4955。是的。当然在了，他这么用心度人，怎么会？OK， 感恩感恩感恩。好啦，谢谢您，谢谢。